5, 4, 3, 2, 1. 我他妈发现我的仇恨全是靠两个贼打出来的。然后其实我打了一百多万。debuff。小组保护。哎呦！别前后站。啊，先把你保护拖出来啊！不用吵，不用吵。有。不用吵。又没出人群，那是谁？三段超 boss， 三段超 boss。别急，有 TP 吗？阿西，哎，台哥哎，是我哥。你打不打你 ？AOE， 走，仇恨在我这里。好的，这个小软，不用管，不用管，打 boss。哎，刚才没点出来你吗？然后超能死了，我以为点出来你了，我操！我卡了。不是有58.1吗？啊，不是，等一下，去装个地边好不好？你不装地边，下个 boss 没跑的。我有，我哎，傻逼！刷个链接，有人半血一下，容易出意外。Network drop 又不吃，没吃到，想得太凶了。远程准备啊，我在专心打小怪。哦哟，远程，现在开始无脑加两个战士踢，其他人不要刷。这种远程近战死了就让他自己死，他不死他不知道他抽了多少意外伤害。不用管，不用管。现在你就动点儿，好吧？走了。不要 A！ 你逃 boss， 站队，你逃 boss。逃了，新的 dot， 准备三。debuff 分散，一开 debuff 分散，补个晕，补了，准备 AOE， 啊不，准备那个 boss AOE 啊，讲错了，躲一下，这你这距离会不会被 A 到？我好像会被 A 到吧。这打软力出来试血啊，打 boss 啊，试血打 boss 啊，还是老一样的打法，我拉第一波，然后再远程 A 近战打 boss。先把再扔一个。链接有吗？有这么多奶杀。吃不到，抢不到了吗你？方块，好多啊。试血，直接试血。打 boss 是吗？打 boss， 经常打 boss。小圈，我着了。后面人怪。谢。你带过来。出去啊！我操！我操！哎。妈的，小圈喊你都不出。先 A， 满眼监视的，准备去湖南的，去掉。debuff。就分散，准备 A O E， 打太慢了，打太慢了，去了 ，A O E， 没事的一波，没事，Rush Boss， 就 Rush Boss， 裂空拉 Boss，
刷一口刷一口。对，下一波我找 boss， 别急啊，打 boss 就行了。boss 你死了。我操！我的显卡坏了。就感觉那波大怪可以不打呀，直接就 rush， 你知道吗？来，那是你要。